军压境边关，朝廷内宦官当权，党风大义，沧海救民。抗金名将韩愈碑协同辽联名上书，弹劾东厂党督当太监吴永济，不料失了心盘。韩将军被诬陷叛国军机，除临职，诛九族。事实，将军已让韩夫人身怀人家。夫人，快走！家的都是硬骨头呢，哼，原来也有贪生怕死的奴才啊。处理了吧。让我们好斩草除根吗？再者，洛阳一带匪患猖獗，我还听说还有不少的乱臣贼子藏匿其中。这事儿，皇上也知道。是呢，现在这乱臣贼子都快凑成百家姓了，天下的逆贼杀都杀不完，咱们都得替皇上操心应对呢。可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就连咱们东厂都捉襟见肘呢。干爹，那些乱臣贼子本就是过街老鼠，儿子携小旗一队便可将其拿下。哼，你倒是口气大，那就两件事都交于你一起办了吧，拨给你三队小旗吧。办好了，旗给你的掌刑千户是跑不了了。带上你那干儿子周斌吧，你的身边也应该多养些自己贴心的人。是，谢干爹。
你先熄火，我去问问行情。这趟镖从南走到北，没从官府那听到一点消息啊！韩将军是被秘密处决的，东厂提督府明令不许再提此事，就是想，他们是想，是想把韩将军赶尽杀绝。拜托二位了，将韩夫人送出关，这也是韩家唯一的血脉。那大哥有没有事先想好从哪里出关呢？韩将军完全没有给自己留后路，他是一心想要带着全家去赴死，好保全同僚和下属，怕咱们牵连其中啊。不过这里离玉泉只有两天一夜的马程，玉泉的守卫是冯猛将军冯子昭。没错，他以前是韩将军的旧部，他肯定会出这份力的。那夫人现在在哪里？该喝药了啊。哎，将军，啊，兄弟，拖累你了。哎，劳烦张先生了。哪儿的话，当年在边关，我那点私吞军饷的事儿，若不是韩将军开恩，我哪有机会回来照顾老娘终老啊？没想到乱世无常啊。哎，大哥，明日启程，我来接你。在哪儿说？你们如此这般的陷害忠良，大明迟早要亡在你们的手里。打你不动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快说！拖下去。
听睡库斯衙门里你的同僚说，你们张家是三代单传，只要你说出来就是立了大功，我不但会饶了你三口人的性命，睡库斯 掌事的位置我也会叫来坐，继续过太平。哎，少兰，放开我！放开！坐下，快！ 东厂的人都狠，不要说是一群了，就是一两个，也会祸害社稷。属下这就带人去通威镖局拿下那两个余孽，定能问出下落。哼，就凭你，去了你也是送死。别以为总顶着个锦衣卫的名头，就天下无敌了。 一个离开韩家军多年的内廷长事邵松明，一人就杀了三个失败国。一个狗头军师盘起道来，嘴都这么硬，更何况是跟着韩逆打打杀杀过来的莽夫，你能问出什么来？放着朝廷的副将不做，偏偏要去做什么镖头，切！ 下去吧，冰儿。干爹，嗯，你贼若是进了玉泉城，那也便好处理。可玉泉附近的风谷大狱几个官道，不可大意，你一定识破。是，干爹放心。贴心的人儿，我当然放心了。 要，都住手！见过周叔伯，是叔伯没用，让世侄啊受苦了。谢周叔伯成全，没必要谢我，因果不虚。 报应不爽，韩党那些虎狼之辈，当年党同伐异，合伙坑害你爹，将你们周家
赶尽杀绝。如今韩宇飞在边关拥军自重，通缉叛女，这种祸国殃民的奸佞早自报应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叔伯有何计划？逆贼明日一早出城，想北上玉泉出关，咱们我明你暗，分兵解杀。出洛阳，入王屋太行，北上玉泉，山路纵横百条之多，他们人少目标小，恐怕跟丢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在逆贼当中插上几根桩子，到时候他们会通风报信。再者，吴公公许了我们东厂三队人马，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，最迟明晚就到。撑过明晚，他们就算有再大的能耐，也插翅难逃。把他交给庄子。鹈鹕，弟兄里有几名鞑子，只要有味儿，绝对不会跟丢。有你的，如果此事成了，我定恳请吴公公启奏圣上，为你们周家平反昭雪。谢周叔伯。不必言谢。东厂那帮阉女没一个好东西，我怕最后会算计到咱们头上来。当年周将军被定罪，他们谁敢站出来说过一句好话？反都是林振倒戈。我爹说过，当官的无论真假好坏，那些浑身上下泛着骚臭胭脂味的阉驴，他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。但是这次是韩家最后一个种经过我们眼皮底下，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。我答应过你爹，一定要保住周家子嗣，我不想你有任何的闪失。那你为什么叫我武功？为什么还要招兵买马？你就没想过为我爹报仇？三叔，三叔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公公，听得真切。是。务必在他们出城前混入其中，如果此事成了，我自会救你哥哥。谢公公。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啊！别怕了，别怕了！特难的为难，别冲突。就彻底暴露了，韩飞怎么办？估计已经招了。不可能，一个书生哪经得起这帮畜生这么折腾。想活命，就跟我走。
兄弟，你是哪个营的？晚辈是永字营有科步兵陈光明。五哈，谁人能来顶风波？灵狐将军。对，那可是韩将军的贴身亲兵啊。是五军都督府，我们是最后一批撤走的。那你愿不愿意再替韩将军尽一份力？将太过招摇，不到万不得已。什么人？好拳脚，敢问兄弟登门有何事啊？你们这儿是不是有唐彪啊？是谁说的？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？你们在暗道上放的信儿还能打听谁说的？是有唐彪。一趟多少？哪儿来的玉面小哥啊？你说了算吗？什么玉面小哥啊，这是我们镖头。如今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们就给我十两，留着自己逛窑子吧。一百两，先付一半。敢问兄弟以前是做哪行的呀？好说，陕甘泉师。季风，
当家的辛苦了。掌柜的辛苦了。这是吃谁家饭，穿谁家衣啊？这套我们吃的是自家过命饭。当家的，祖师爷留了饭，朋友你能吃遍，兄弟我只能吃这一些，还请当家的就放了兄弟走吧。尽快离开此地！不要留后口！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用枪的吗？记得，记得。好，我来十两招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对对对，从没见过如此枪法。对。韩家枪无疑，韩家枪。那小子不老实，一直在打听夫人的消息。倒也未必，他那都是冲着银子来的，只要他肯收钱，我就不用担心。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咱们已经被盯上了。方才那群人，这一路山贼流寇多与官府勾结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咱们就真的落下了。我们连夜赶路，应该明天就能到达玉泉。赶夜路危险，夫人的安全要紧，今天就在文虎府里。撤！撤！撤！小翠，准备桑皮线、蒲黄粉。夫人，您的技术可赶上郎中了。什么叫快赶上郎中了？哪个郎中能赶得上我们家夫人呢？夫人祖上世代御医，专攻外伤，你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想当年韩将军碗口大的伤。纱布。陈镖师，你的衣裳我会帮你缝上洗好的。谢谢。说话倒像个斯文，学学人家。挂着，先生，请请。看好了，给我赔啊！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快来！哦，一热里一路向西，奔刘店方向，再加速，他们抓了一个狼头，车里有女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们一路行走山路。足见对地形非常熟悉，遂时今晚他们准备到达文谷，由此向西，只剩下不通车的小道，所以定是由此向北，这才是出玉泉关最隐蔽的一条路。
三叔，劳烦你前往洛阳通知周公。放手啊！你放手！走开！想你也是欺负男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你的恩公呢？真是有辱斯文呐！这是你必须跟我们走。要是夫人半路上出了什么闪失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这生逢乱世，生灵涂炭，这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口啊！你没看那一村子老百姓还等着我救吗？我不能走，你给我……就是啊，都是人命，这车里人的命值几个钱？能比这全村人的命还贵？与你何干呢？收起来。先生肉眼同情，朕今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这悬壶济世本是我的职责，不过鄙人平生浪荡惯了，浮萍无根。只要先生护送我家夫人出关，我就给您50两。别谈钱。那个说的也对啊，这个医者仁心嘛。这要是夫人半路上有点闪失，那好像没我也不行啊。就这么定了啊。看好了啊，炖汤的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得坐车啊。那个我要是受了风寒，穿个孕妇可了不得啊。就成个定了啊。打扰了。张镖头，您可没说这一趟是肉票啊？暗道上放的消息，自然是暗网。什么票你就管不着了吧？既然看见了，我就必须管。你想怎么个管法？这肉票得加钱。得嘞，掌柜的，抡盘子，走起。手气好，想多赢点，赢个婆姨，暖被窝。兄弟想找婆姨，我这楼上多的是，
那些个烂货也可瞧不上。这是200两，我要你后院的地。我这地儿是给弟兄们找乐子的，这出出进进，除了边军老爷们，就是些刀刃上讨生活的主。兄弟这是诚心找不痛快，还是外道想抢行啊？哎，这话说的。就是装买卖。好，来。我说兄弟，今天你是要人财两空了啊？开。我看未必。看来我今天是碰见硬茬了。不过在这文谷城里，我说你人财两空，你就得人财两空。这是银子。银子有个屁用。但你不要银子，为何救我？没人给你银子，你为什么救那俩姑娘？都看见了。哈，那我们就萍水相逢，肝胆相照。李霞，怎么着？现在出去就是找死。那你又不要钱，不成吃霸王餐了？外面那么多官兵，会不会冲咱们来的？应该不会，冲咱们来不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我们行镖这些年可从没在一天之内出过这么多状况啊。
刚进客栈他就消失了，我觉得可疑，就翻了他的包袱。奶奶的！一开始就觉得有问题，果然是个没伴的。是我叔，啊！你们听我说，他是我刚进。这文书和官服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竟然翻我东西！翻你东西，老子要取你狗头呢！官府办案，犯人要滚蛋！快快快！来不及了，听我解释。楼下的官兵是你找来的，老子先杀了你这个叛徒！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但我知道楼下官府的人不是他找来的。你要真想下去杀了那些官兵，我敢保证，就算几位是官二爷转世，也绝不可能活着出城，更何况还带着两名女眷。我看得出来这位夫人是本分人家，我愿意帮你们。给老子让开！住手！这位姑娘面善，我信她。好，没时间了，你们现在下楼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动手。你留下。哎呀，大人大人，您看您这是。去去去去去，没有你事儿，上去给我搜。是师长。哎呀，我拿下。冯大人息怒。我还以为谁呢，原来是张镖头啊。冯大人。嗨，什么大人不大人。大人，您可是这文古城百姓的父母官啊。啊。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张镖头，什么事儿啊？大人今天这是查的什么案子？嗨，一个呛行的小子劫了李校尉的奸货。哦，有人说看他往这儿跑了。张镖头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就上去搂你。哎，冯大人，我向您保证，这楼上没有您要的案犯，只有你兄弟我。走的这趟镖啊，张镖头，这趟镖可够肥的呀。这世道乱，大人也应该多趁着点白活，心里踏实。来，给兄弟们的酒先。哎呀，这楼上竟然没有我们要找的案犯，我就例行个公事上去看一眼，你就甭管了，也没你什么事儿。大人，我都跟您保证了，这楼上没有您要的案犯，至于楼上是谁，他有什么道上规矩我不能说。大人，你也别上去看了。张镖头，你说是你们道上规矩大呢，还是大明律例大呢？你越是这么说，我就越要上去看一眼。哎呀，冯大人，您看看，我这不是为冯大人考虑吗？您想想，如果您要上去看到了不该看到的，一点好处没捞到，反而惹了一身骚，这何必呢？我觉得啊，冯大人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到，明哲保身。这道上这么多跑镖的，我就没看错你，还真就是你张镖头最仗义。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呀，没什么可查的。不打扰了。
兄弟们，稍待。是。哎，等会儿。掌柜的，过来过来。大人，大人，还有什么事啊？拿给他看。给我看清楚啊，这两个人有没有见过？这两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那死瞎子，男女分不清啊！大人呐，啥都瞒不过您，小人呐，就是瞎的。两个女的。大人，楼上有两个女的。你不是说你瞎吗？小人是瞎，可是不聋啊。几个人呢，声音还是听得出来的。所有人戒备，你们几个上去看看。是。不知道，来就为了抓一人贩子。哎，这刚才不还一屋子人吗？带上你的人，跟我走。
他们啊。对，走，我们拦住他们。公公，刘总兵，别来无恙啊！在蒙古城内，落下韩家余孽，找死！见到公公还不下马拘礼？哼！他就是故将逆贼周文龙的总兵刘虎。周文龙不是已经？棋子而已，我自有安排。老祖宗如今不容易，为了剿灭叛党，左膀右臂都用上了。我们这些做儿子的，应该替他分担分担了。撤！家军的连弩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问得好啊，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。好了，他们越来越近了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大附近先拔蜡烛。季风，你跟我走。抓，我们走。一般队伍走夜路都会留，先拔了他们的蜡烛，他们会暂时短时间，连弩可以三发连射，四人七发，就会让他们产生人多的假象。行家呀！给少将军拨簪一下。弟兄们，不能打的回去养伤，能打的继续战斗，为周老将军报仇雪恨。公公，我错了，公公，我错了，公公，奴才就是为了抓个人贩子，没想到啊。刚才是谁喊叫着兵兵入关了？奴才错了，最不好，知会一声洛阳李大人，明天给蒙古安排一个摆渡，亮丽了吧？公公饶命啊！公公。尤其是杀了韩家的主帅，
夫人，姬血来了。伤得不轻了。不打紧，偷袭我们的是一些山贼流寇而已，没事的。是双剑的主跟后来的老头，功夫路是刚正磊落，绝对不是山贼流寇。而且他的双剑招招克你的韩家枪，刚才若不是我及时出手相助。放屁！一群毛贼，老子要你帮忙吗？从箭头的铸造工艺来看，绝对不是一般作坊能做得了。辽东边军一带用过这样的箭头。多句嘴啊，敢问夫人。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抓紧赶路，灭火。再怎么不讲规矩，也绝不能让一个青楼里的姚姐和夫人同车呀。哎呀，这车呀怎么这么脏啊。我们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张镖头，我季风一路肝胆相照，也算对得起你那点盘缠了。什么意思？散伙。哎，为何？银子好商量。银子有屁用！我季风若是为了银子，刚刚帮那群狗官拿了你们，肯定赚更多。我之所以豁出命帮你，是因为这一路下来，我信你这个人。我把住你跟我季风一样，敢和那些为富不仁、草菅人命的狗官对着干。我也信你。信我，你翻我行李。你若信我，就告诉我你们是谁，车里的人是谁。那你先告诉我，官府和贾铁是哪里来的？我若说那是我在洛阳杀了个阉驴偷来的，你信吗？
敏儿姑娘，现在让你走太危险了，可能会被东城的人误杀。眼下护送韩夫人出关，是我张苞此生最后的使命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给周家一个交代。暂时委屈敏儿姑娘了。问题大吗？好了，我们可以上路了。夫人好像要生了。先生，这能接受吗？医者仁心，哪儿都行。现在不能停，追兵越来越近了。打个球，我们再打两个伏击，全部拿下。现在不一样，这次来的是锦衣卫。夫人，羊水破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你摸呀，你看看地上面有没有水。哎，有有有，全都是水。那不是羊水，是刚刚水壶里洒的水。羊水要没破呀，那就继续滚。全身的力气，啊！
不就说过了吗？哎，张镖头，给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钱先生，一会儿你只管赶路，不用等我。记着，一定要照顾好韩夫人的安全。越来越近了，这次怎么打？这次不打了，你护夫人先走。站住！你不怕我是庄子了？要留一起留。你不是韩家军，你没必要陪我们去送死。再说，这里的人比我们更需要你。不好了，快走，否则真来不及了。先前那混蛋不见了。不说这个了，几位，想活命赶紧跟我走。哎呀，几位爷，赶紧的好不好？哎呀，听我的，听我的啊！哎，走了，去。伤口还是裂了，没事吧？不打紧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不着急，人困马乏，咱们也该歇歇脚了。再说，这里比较隐蔽，明日出发也来得及。来来来来，鸡汤来了。来，这哪来的鸡汤？你生火了？没事，我生的是炭火。你们刚才在院里不是都没发现吗？来，炭火，啊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，我家在那儿，这条路呢，我经常上山采药。你也知道的，这山里边晴雨不定的，我就想着啊，就在这破庙里备点木炭，以免伤风着凉。放心啊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香，真了。什么植物？这股神凉，还雇个厨子。值了，这当黄瓜，我的，是，快喝吧，行，你就喝吧，我这汤里可放过药的啊。你说什么？没说啥，喝吧。哎，大哥，帮我拿着啊。哎呀，你个莽夫，你奶奶的，我已经不走你皮眼了是吧你？感谢周姑娘这一路的照应。举手之劳，生孩子我见多了。生逢乱世，身不由己。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明早便能送夫人出关，之后我便提头来见，以死谢罪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今天看见那个婴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我自己。我爹被杀的时候，我也没出声。刚出生不久，
老娘又死了。我二娘带着我跟三哥四处逃命，每到一个地方便隐姓埋名。当时我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想要我们的命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周家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周家那三天，韩家军下到一兵一卒，上到各营副将，甚至包括韩玉飞将军本人，所有人都在恨，但却找不到恨的理由。想来我爹也是明白了，现在我也明白了，什么周家、韩家、赵钱、孙李、王八、蛤蟆家，都是庙堂里的牺牲品，朝廷里的狗。要恨，只能恨着没名没姓的世道。所以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，还嫌这世道好人多啊。这给你。朱凡，去把马喂了。哦，好的。来，女儿姑娘，这专门为你准备的，趁热喝。姑娘，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。像你这样好一点的，赎回家大概需要多少银子呀？原来郎中也有这花花肠子。几位有所不知，钱某是有个女儿的。早些年我女儿被拐卖至青楼，我一直想把她赎回家的。你们说我贪财也好，我之前挣你们的银子，再加上我自己攒了一些，现在大概有64两银子，但我不知道把她赎回家够不够。加上这些差不多够了。拿上这些，把那些还给他。季兄弟，这叫钱某如何是好啊。几位，几位的大恩大德钱某无以回报，只能来生做牛做马报答了。好了，钱先生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今晚就在此过夜，山后便是钱家村。钱先生认识一条小路，可以直通玉泉官道。明早出发，中午便可以出关。
前就听道上的朋友们说过，鹈鹕这玩意儿只有鹊子会吃，专门给庄子放信儿的。一开始以为只是个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我见过你的身手，是韩家军正统的路子，但你配不上这杆枪。你都废话。我不姓陈，我姓邵，邵光明，好熟啊！你可认识邵松明？那是我哥。你好糊涂啊！你哥要知道你今天干的这些事儿用不着我们动手，他都会亲手宰了你。我军都督府，我哥奉命缉拿叛将韩宇飞，因心慈手软，念及旧情，被韩宇飞打伤，任务失败，又被扣上韩党的罪名。我现在这么做，是为了救我哥。放屁！你给我听好了。邵长石是韩将军的部下，他俩情同手足，邵长石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哼！东城的人势力再大，也不可能指使到他的头上。再说，东城的人再蠢，也不可能派一个韩家军来干掉一个韩家军。告诉我，我哥他为什么在赵邑里面被折磨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他说的没错。血债，这是你们村的人自己设的。村民们哪会这些？早些年吧，我们这个村子经常遭山贼，后来来了两名丘八，帮我修的这条路。山贼倒是不来了，可衙门的税呀，越来越重了。行了，我前面先清理，你们后面跟着啊。来，走。Oh, my God.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今天一定要给韩公报仇。眼下弃暗投明，还来得及。大人，柴房里面的冯梦将军出令。哎，都料理了吧？是。 从风谷出关，幸好我早在那设下埋伏。此地如有闪失，我们立刻出兵风谷。传儿明白。干爹，这儿料理的不错。 风骨那如何了？已经按照干爹的吩咐办妥，负责办事儿的都是咱们监理司的人，一定不会有闪失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会在老祖宗面前给你请功。谢干爹，还是冰儿妥当啊！<笑> 小旗一队。
婷儿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是谁三哥？原来也是周家的人，怪不得是辽东边军的功夫。哎，他都已经认亲了，我看我们也别打了吧。
糟臭的婴儿！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君让臣死，而你们这群逆贼却活到了现在，整天打打杀杀，总有一天会闹到老祖宗和万岁爷头上，杀了你们，便是替大明朝抵挡无主。我说你们这帮没伴的阉驴，是不是都只会用舌头过过瘾？屁股真多！剩口两句子就该杀了。还没想好，不过这也算了了桩大事，我还得寻思寻思。没什么可寻思的，眼下朕定一个外患，黑白颠倒的世道，还愁没事可做？Thank you.